啊，走，我收收收，走。你看我妈今天脚瘸了，她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膝盖肿了，今天带她去看医生。今天说来也是很神奇，早上一打电话就说下午两点可以看医生了。你知道这边加拿大看医生有多难吗？这么快能看到医生的也奇迹了。妈，要不要给你买个拐杖啊？去一元店看看有没有。哇，大家都准备过情人节了，看到没有？这红色的就是圣诞节东西下架了，情人节的东西上架了。哪一种啊？你妈给的？阿给的。阿给是模糊的，没有了。没找到，去隔壁那个马勺逛一逛，还有半个小时。好的。你看我妈这种情况呢，她都还能坚持逛街。走，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啊，清仓简陋的。过完节了，都好久没来逛了。你看都没啥东西，那边都空了，空空如也。跟老母亲逛街看病的日常又开始了，口罩都忘了戴。我们现在在这里等医生还有十分钟。那你这半年回国，哎呀，钱也是白花，花了也没。我说你这半年回国看医生也看不停，花了也不少钱，看了也没效果。你是没有对症下药吧？整天看医生。一出国又得看医生。我还怕今天赶不上，因为答应了娜娜今天去 Costco 逛，刚刚跟我妈看完医生我就飞奔过来了。今天医生说你咋回事啊？说我没病，有病就喝水，喝清水。你这个颠倒是非啊，医生说你这膝盖积水，擦点药膏，涂点药膏就好了。他说感冒不要看，就喝点清开水。对啊，他说因为感冒这个东西都是靠自己免疫力好的嘛，你不要动不动就吃药，那就不行了。我回来今天再回来。哎呀干什么啊？走路吧。不是，我去这儿那个就是小草奶奶找我有点事儿。那我要接孩子去啊。哇，你那个老大都上学啦？哇，上一次看到他才一岁，才刚走路哎。对呀、哎，那你妈妈怎么样呀、啊？往生了。哟，是的。哦，我还以为你过了年才来。没有，本来想去美国过年，我从美国。然后他圣诞节全家都去美国把我接回来，然后就去美国你们就去美国了？去两三天就回来了。快点了，快点了。慢吞吞的。好的，走了是吧？走了。我妈还怪人家医生不开药给她吃，她本来因为那个胃不太好，胃酸比较多，所以前一阵子看了胃科会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但是回国呢她就一直看医生，一直看咳嗽，吃了太多药，看然后呢就一直吃药一直吃药，现在胃又搞得不好了，又整天咳了。所以吧，这个病都是他自己造成的，非得吃药，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药，啥药都吃。哎，刚刚那个医生开的药就是这个，还减价了20块钱。要不要买一盒啊？好嘞，备用吧。不知道家里有没有，家里我觉得应该也有，这是他这个两个大的加一个小的，20块钱。你看我妈又来看钻石了。哎呀，太坑了呀。这个吃拉面的碗你看多大、哎、还有专门放筷子的12个碗。怎么说文30块钱，你看多值啊。你最还过，你把开点买的给还过去。这么大一个。你还过真的都贴钱。这个是吃日本拉面的碗啊。哎，你贴钱这专门放筷子懂不懂啊，设计啊。
我的日子。奶奶，你为什么来 Costco 想来 Costco 逛街啊？有东西要买吗？呀。买什么 ？Tuna。哦，对哦，买 Tuna 鱼。Can't believe you forgot. OK OK. Can't believe you. 面包买了，买这个白色的。来，小青瓜拿一包。I got fresh. No, this. You see which one's heavier? This one's more heavier. 哦，刚才你要买的。Yeah. Can I have two? 买两个，买两个，买两盒吧，趁着减价。Yeah. This is better. No, this is better. This is. No, this is better. Carl, yours is potato skin. It's not pizza, Carlo. This is.这什么呀？哎呀，蔬菜呀，你的最爱。韩国的鸡肉煎饺，900克，9块钱。牛肉炒面要不要买一盒试一下？哎呀，23块钱，减5块钱，也要18块钱。拿一下，就拿这个试一下，你看一下辣不辣了不？外婆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个叫什么来着 ？Peace Lily， 还有花开的哦，20块钱一盆，这么好看的花盆。韩国的气泡酸奶，12.5块。放下面，放下面，放下面。Don't put it here. This is my settings. 这个放车库啊。要不然你们两下子就喝光了。OK。小披萨特价，买两盒。哦、，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哇，你们两个今天放假第一天，开心吗 ？OK。OK 呀、啊，见到你的同学朋友哦。菠萝蜜干多少钱？还能多呀。我之前在国内吃过一次菠萝蜜，都快吃吐了，觉得很难吃。新鲜的好吃啊，就是吃新鲜的吃吐了啊。冷，放可乐。哎呦，这雷卡洛，卡洛卡爹，卡洛哪有这么帅呀、啊、Yeah, cause super ugly. 今天也是买不少啊，今日消费178，点了什么披萨呀，还有薯条。今晚吃什么？这是啥？醉鸡。醉鸡，用醉鸡汁泡的鸡腿。小朋友应该不饿的。哦，待会儿可以吃个咩？对啊 ，Costco 买了披萨，买了普丁。哦，我靠，咁啊，梗一定唔肚饿啦。吃饭喽。外婆呢？外婆又去睡觉了。睡觉，灯都没开。哎，今天不是看医生吗？嗯。人家医生都是教他说，早上下午不要睡觉，晚上睡觉。对啊，再怎么累，白天都不要睡，连那个午休都不能午休，这样子才晚上才能睡好。嗯、他呢，没事做就躺在床上，晚上怎么睡？肯定是晚上睡不着，晚上睡不着，白天喝咖啡。啊。医生说千万别喝咖啡，有咖啡因的东西，所以医生就说这个是一直是死循环，知道吗？就一直在那里，就一直转不过来，就循环在那里，就肯定晚上睡不着觉。就是他这个胃不好，胃黏膜比较多嘛，就不能吃消炎药。他可能回国一直吃消炎药，那搞得胃不好，一直咳，麻烦。来，暖他腿。什么情况？医生说是水肿，可能最近抖得多，水肿。然后呢，他就觉得是风湿。医生说风湿没那么简单的，吃风湿要从先手先肿起来，然后到脚的时候就很严重了。他就觉得自己的病很严重，知道吗？他跟医生说：“哎呀，我身上好多小毛病。”医生就说：“很正常啊，那中国老年人。”都是这样子，就经常
就缺乏锻炼。其实在家里可以练练操啊，做什么耍耍太极啊，就是要做一下运动嘛，不要做激烈的运动，但是也要做做伸展什么的，不是靠吃药，要靠锻炼。反正医生也这么说，他听不听得进去，你看他自己。对，他回国就一直看病，吃了好多药，其实也浪费了好多钱。有病治病，没病强身。你干嘛？我们吃饭，他在睡觉了，晚上肯定又睡不着了。哎呀，给他留点菜吧。Of what?